能放警报器，可调整警报灵敏度。开关钮，轻轻开启即可启动报警功能。电池盖位于警报器底部，使用前请确保安装上 9V 电池，以免警报器无效。电池安装完成，请打开警报器开关，即可开启警报功能。将警报器放在门缝旁，当有人想开门进入室内，警报器会被触动，并发出警报声，有效达到吓阻效果。